天啊！不是我说你这么小的房子，哪儿来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嫌我东西多是不是？现在我再搬回去。哎，别！你现在已经掉入我的陷阱了，逃不掉了。我也没有想逃啊。嗯。但是我现在有点饿，我们要不要去吃个饭？出去吃吧。吃之前先加个餐。等一下，喂，蔡总。哦，啊，行，您等我一下吧，我现在过去。哪个蔡总？是不是曹木说那个？他找你干嘛呀？他说项目上面有些事情想跟我当面说一下，所以我去找他一下。项目上的事找曹木呀？给你打电话干嘛？他说的是项目中的技术部分的问题，这个只能我来啊，曹木又不懂。我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不过呢，你要是觉得特别无聊的话，你可以先帮我把东西收拾了。谢谢你了，走了。老板，外面都收拾好了。明慧姐，哎，他怎么走了？不是说今天为了搬家请假了吗？把这收拾一下。这我一个人怎么收拾啊？哎，今天还是要谢谢你啊，这么忙还愿意出来做参谋。本来未来有你这样的同事，我觉得充满希望。是我的荣幸。其实这两本也挺好的，蔡总不如就一起拿回去看了吧。还有啊，我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？以蔡总的阅读速度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怎么又是这家伙？看来上次那招没用啊！以后还得多向你学习啊！蔡总太谦虚了。哎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没撞到你吧？没事。谢谢。还这么献殷勤。先生，这本书要吗？嘘，要。前台在那边，麻烦一会儿记得结账。好。哎，蔡总，要不你先去结账吧，我想给儿子买个玩具。好。